你们要去哪里？如果要去桃园新竹，请下车，谢谢。台中过后可以在这里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拜拜咯，祝你们回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愉快。还有，我已经搭本班车已经半年了，已经六个月半周年庆。就是我记得半年前我有放学去台中搭本班车去台中，然后中途验票的时候我就直接主动给他盖章，给之前列车长盖章。还有那时候我就因为我家人叫我赶快回去，我就慌张。就是这样，哎，我还好有隔壁一位去台中的叔叔也有帮忙我。如果是你们当学生搭这班车到台中，如果要回来台北，就要到家可能要11点哦，真的哦。本班车适合放学去中部南部的。